真的是乔晶晶。你把摄像头对着他，我看他现在是不是一脸春心荡漾。好像没什么变化。有，他现在这副表情就是台风级的春风得意。台风级？那他有点面瘫。我家邮箱密码跟大门的密码是一样的，但是你是不是要也太顺利一点？下次我注意卡顿一下。少玩游戏，多吃淀粉。什么意思？大脑思考需要糖分。晶晶，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预图好的模型就摆在我面前。如果有一天你来我家看到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它。模型很小，真正的预图好其实也不大。你都把我念困了。那就早点睡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地铁没了。今晚我住在这儿。这男的是他男朋友吗？都动手动脚的，那肯定是男朋友啊。都把助理给支走了，孤男寡女的。有你这样的人吗？第一次相亲就把相亲对象拐回家。喂，乔晶晶，你一直拒绝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差四颗星就上新药了，赶紧的啊，我拉你。一会儿我帮你打。四颗星，一个小时差不多了。是你的肯定可以啊。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你不熟悉，多来几下就好了。嗯。哎呀，这陈总实在太难带了，你要不换一个英雄带他吗？没事，我已经学会了。啊。这么晚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晶晶。嗯。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。啊，住你这儿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